你好，大哥，看一下这个机器啊，这是开关，开关打开以后啊，就显示这种样式的。这两个键是高低音调节，到时候你自己调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 CD 出仓，呦呦呦，放到一仓上，你看没啊？看一下屏幕里边，这个要显示到 CD，按一下播放，里边转动了，看见没？看到了吧？这是灰尘啊，这没事，这不是划痕，看见没？正常读秒，高低音调节，随着你自己的喜欢调节，这些都是调节。暂停，看一下磁带，这里边有磁带啊，这个没有。转换到 TAP 播放。对吧？暂停，然后按一下这个播放。好，这个机器它是可以外接手机电脑的。然后我告诉你按哪个键啊？按一下这个 VIDU AUX， 按一下。现在是外接手机电脑的音质。屏谱跳动特别漂亮。